亚运田径赛将于25日展开赛程，在去年台北市大运表现优异的台湾田径选手昨天展开首日的练习。苹果记者在现场访问到两位夺金热门人选杨俊翰以及郑兆春，请他们谈一下目前的调整状况。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？我因为接力是在后面的赛程嘛，所以我前面的比赛都想要把自己的单项可以突破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可以再进到决赛，然后甚至拿到更好的成绩。100跟200你们比较 focus 在哪一项？其实我都就没有，因为老师其实也一直问我说要比哪一项，或者是想要专心哪一个。对，我自己是觉得说能在亚运这个比赛然后多吸取点经验，我觉得是越比多一点我觉得是对我自己是好的，所以我也不会说只想跑200或只想跑100。跟两个都会全开？对。他体力上你会担心吗？毕竟这个强度比较高。是有想过了，但是其实去年世大运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个问题，而且世大运的赛程也比较密集，也比较多他们，所以还有全大运的时候我们有尝试过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太大的。昨天才刚到哈，那你自己感觉身体啊或心情调试的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的班机比较早嘛，所以我们凌晨就出发，然后到这边的时间就是整段路程会比较累一点。对，然后但是经过昨天睡了一个晚上。对，现在精神好很多，对啊，就是整体状况就是很不错的。那其实全台湾都很关心哦，就是也很期待你可以拿下一个金牌。那你自己现在信心的心理状态怎么样？就是因为台湾天气跟这里天气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这里比较凉爽，但还是要适应一下，因为毕竟才来第一天，对啊。是，希望能够把状况带过来，对啊，金牌是没